今天3月31号，星期五，三月份的最后一天。啊，三月份开奖，扣掉4天，啊，还有大概啊礼拜天没有开奖。啊，那现在来看看昨天的开奖结果，没中，中两个零尾2030，组织没有中。啊，希望今天最后一天能赢回来，但是我们的会员绝对不会赔钱。我初步统一统计了，你最少还可以赚3-4万块钱。你输10次还赚30万，绝对不是个问题。我把我做，我们只做2期，你要签3、4期，你要赔钱不关我的事。我负责任就是负责你2期，啊，就算不中关我什么，我只是提供你资讯嘛。你要参加会员的，不参加就是随你便的，啊，我们没有需要你去找更好的嘛。你找来找去，最后还是找到我。因为我最可靠最实在，讲话都是真的，啊，没有人像我讲话那么真，啊，而且呢报你们3期4期你们也从来不过1毛钱，只有一个小姐过5000块吃红，你们哪一个有捐给庙的钱呢？只有一个小姐捐给了600，我现在画簿单都还没看到，我要看到画簿单为主啊，是不是？我有几张画簿单还没收到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啊，我要给他重新再给他调阅出来。环球邮报记者燕国龙早上在台北的报道。